收看今天的 vlog。今天跟黑羽一样啊，我们持续的在东京闲晃当中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来这边呢，这里是我们今天来到了丰洲站这里。因为上一次呢 ，Nico 跟 DA 他们来日本的时候，大力推荐我们要去看一个叫做光影展的东西，进去被光束扫射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光影展。对，就是这个，这就是其中一个。哇，看起来很低位，有点酷。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个人之外，我们还约了另外一个大叔跟我们一起来玩。猜看。嗨，安安。干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包得像什么奇怪的人一样？他妈在大太阳底下等你们欸。你这样看起来很可疑。他看起来很可疑。落魄的大叔。各位，就是这边 ，Team Lab Planet， 就这个地方哦，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的主会场。现在是12点到12点半的排队人潮欸，宇哥。我们是12点半到1点的。好，这边通通都是排队人潮，然后应该是从这里面进去。宇哥现在应该要去领票，宇哥要先帮我们买票。那基本上里面光线应该是蛮不足的，我尽量拍给你们一些里面展览的画面。我这边还偷偷准备了一个，就是另外一台相机。如果这台不方便的话，我就会拿这一台出来拍，双管齐下。票价的部分呢，在这边你们可以参考一下，3200、2400中人。这边呢，刚刚有个影片讲说，就是里面会踩到水，所以建议的话，可能穿个短裤啊。啊，如果你们方便直接带拖鞋的话，带拖鞋也行。然后我看一下。再来呢，我们就要他这边有准备裤子给你，如果你自己没有带，就是短裤啊，或者穿裙子来的话，也是可以穿他们提供免费的裤子，好不好？那边就要进场了，各位，我们要准备进场。黑羽看起来很开心。有，因为之前林行他们有去过台湾的那个光影展，听说就很烂。台湾的没不到烂，但是跟这个不能比。就是他有去的，没有那么。哇！哇！这个应该是那个下底下，这个是吧？真的吗？哇！干嘛？不前进的。不要管我，我没有人要管你的意思啊，你太爱作秀了，没有人要管你。哎呀，我从那走出来了，你怎么不在楼梯继续滚啊？不行，在这里滚的话真的会起不来。而且你会先听到空空空空，就没有声音了。这边地板会软软的，但是啊，我看出来，我看这个好那个，这种材质好，这种材质好舒服。还蛮深的哎，不浅哎，不浅。看这个，哇，真的不浅不浅。不浅。我觉得我要再拉浅。哦。
区真的是非常的惊人，它现在下面的鱼呢，所有游过的路线全部都交织成一些色条色彩的线，这样子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区太惊人了，而且整个区域现在整个都亮了起来。不过我找不到雨根跟黑雨跑到哪里去了，好像也是太黑了。足球，我刚刚还以为你会弹走哎，哈哈哈哈哈 ，One punch， 好 ，One punch， 臭逼的哦，不要一直顶我头，不是我吗？看这一区就全部都是这种很大很大的球，然后有一些是浮在空中，有一些是掉在地上的。浮在空中里面放的气体应该不一样，可是这一区很好玩，你可以尽量的把球。推出去，弹出去，但是要小心一点，不要撞太大力，会把人家路人撞飞。哎，很小，哎，酷哦！光影站买的 T 恤是不是？超像的，其实。你看，为什么我们一逛完出来，感觉就快下雨了？与神同行。那一定是你的问题，一定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一些东西超有梗的，你们不能这样怪我，这样就母汤了。来，各位那边，我们这一次的光影展就逛完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边呢，等一下接下来要去台场那边逛。那去台场那边的 vlog 呢，我会另外再出一支，因为这支我主要是想要针对这个展览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记得这个展览有持续到明年还后年，非常的久。我在详细资讯会放上它的官网或网址什么吧，你们可以参考看看。我是觉得如果你们有来这一带的话，蛮值得特别花钱来看一次展。只是它的票呢，可能你要先在网络上买好，因为它同时在别的地方，像台场那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光影展，但是那边的票就卖完了。所以如果你们有确定要来东京，然后想要来逛的话，尽早买票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。然后最后提醒，它里面因为有踩水，所以还有很多是地板是镜面的，所以你们如果穿裙子的啦，或是穿长裤的，可能要注意一下，最好是穿短裤啦。今天我是最悠闲的，那两个长裤仔真的是非常的辛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这个光影展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去台场的影片呢，就再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一支 vlog 再见，大家拜拜。